呀，好，有车身在旁边，左边左边。哎，看我打到啥去了？看，妈的！哎，我这个导演两队友，靠队友。哎，你知道导演原来龙蛋吗？就是两发手弹，手弹，哪里哪克里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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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关系，先把我救起来。先救起来，救起来，我先救起来。哇，这个法兰达厉害啊！来了，一个一个，打车子，打车子，休息的干，不是打车子，出去，出去！干这导演的，干这个，这个，我直接被打下车啊！这个导演不知道怎么处理残局啊！这个，不是，哇，平常输哦。不是，你看，就是。没有啊，就还第一个打车屁股，我是觉得蛮好的，但后面那个就偏向输了。不是，我以为开机会看得到他就会倒车屁股。我说的出去是往你的车头出去，毕竟车子会把你卡住，他撞不到，你就开始打驾驶座啊，你往里面走，对对，就是第一瞬间不能往中间那里靠了。干，不是你往那边靠，还要担心车子被撞飞，你就被碾。哎、欸，他是用赛德哎、欸，哇，赛德克巴莱，啊，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锅好吧，我不该停的，他用甩的哎、欸，不不不，哎、欸，这绝对是导。